今日有請歡迎曬，或者幾多朋友今日嚟到呢度等你，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啦喎。大家好。呢個時候咧，就不如思思咧就幫我哋咧問三條嘅問題，每人咧就答一條，咁都有啊一個嘅即係選擇題嘅，有啲答案俾大家揀嘅，你唔使我俾選擇題。好，你再講多次啊。啱唔啱啊？梗係啱啦 ，GGHGGF 咧就係 MV 嘅王牌成分啦。啊，咁叻嘅，咁漂亮嘅女士啊！哇，呢一部就係睇下先，哇呢部真係犀利啊！呢部咧就係一個 LED light mask 光學治療儀器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咧就係太陽嘅七色二極光線啦。係。第一種紅色。係啦 ，collagen 即係咧可以刺激骨膠原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環，就係紅色嘅用途啦。繼續。二個係橙色。橙色係光榮，即係令到肌膚咧再生同埋變得咧更加有光澤喎。OK。其實好多年咯，這麼多年我都蠻享受我的人生，因為我的人我的性格就是這樣，我不是太積極去工作的一個人，那我覺得。要有工作，但是要有享受，要懂得怎么享受。因为人生，这么辛苦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你赚钱也是要生活嘛。所以我自己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见见我的朋友啊，去旅游啊。不工的时候，现在我比较多做一些代言的工作。电影方面，我也会喜欢想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可遇不可求。要有好的剧本可以拍的，他托一定要，就是刚刚有记者问我有没有兴趣生孩子，我说这个要很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，那我没有这个冲动。结婚我觉得，毕竟这当时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了，因为都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就觉得最重要是有一个伴侣啊，不需要真的跟着那个传统一定要结婚啊，这样想生小孩子，除非你特别喜欢小孩子，那我对这些不是太特别的有想法，所以没有这个冲动。怪癖啊，我可能爱干净吧。那我朋友常常说我笑我，就是说有时候去旅行啊，去工作，一打开那个行李都是胶带，塑胶带，他们笑我，你是不是做那个塑胶带的生意？因为我所以衣服都会分开，这件会，这很小心，不会把它放在一起，或者穿过衣服都会分开。那可能我爱干净吧，这个也是一个蛮怪，还是清洁，我不知道是好是坏，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接受咯。